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fcwong， 我是一名房地产代理，也是一家地产公司的 team leader。现在我身后呢就是 Vetro 十一，看到吗 ？Vetro 十一 ，Vetro 十一就是在penampang Q1 附近的一个商业单位 commercial project。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个 Vetro 十一。去 Q1 是有多么的方便。那么这个我身后呢就是 Vetro 11的 site， 就是这个 project 将会在这片空地上建起来，一共有18层楼高的建筑物，第19层楼就是空中花园。那现在我们是在这个 site， 从这个 site 走路去 Q1 要多久的时间呢？是有多方便呢？我讲的路程是走路的路程，而不是驾车的路程，你们相信吗？这个 project 从这个 project 去 Q1 走路还快过你驾车，为什么呢？现在你跟我们一起来跑，我带大家一起来看这个 project 去 Q1 是有多么的方便。 OK， 我们今天来计时，现在来计时，现在我就走出这个 site 的 gate 了。 OK，在 gate 的外面了，然后现在我们做出计时，现在是00哦，我们的 timer 是00。 OK， 现在我们开始计时，我们走路去 Q1 要多久的时间。好，现在我们是通过一个小路，我们身后呢就是一个小路，我这个身背后呢，我这个背后呢就是从丽都去 Q1 的那条大路 main road。这个 project 就在我们这个 main road 的旁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身后这边有一些住宅，这住宅呢旁边呢都停了很多车，大家可以看到这边都有很多车，这些车呢都是 Q1 的 staff 在这边 parking 的，好，看到吗？好，很多车在这边停着，大家都在这边停车，然后走路去 Q1。 这边呢就是一个住宅的单位，好，看到咯，其实我身后这边呢，这一个呢就是 Q1 的电力房，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一个小巷，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小巷走路去 Q1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条路去 Q1 是有多方便。我现在是以正常的脚步来走路去 Q1。 Vetro 11是一个很方便很方便我们本地人的一个项目，一个 project。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市场上看到很多 Airbnb 都是要租给游客的，但是这边做生意反而对我们本地人带来很多的方便，因为这边很多医生、很多护士，也很多病主的家属，可能都需要这个一个方便的、齐全、设备齐全的一个项目、一个火箭、一个住宅。那背后就是一个我们就医的电力房，现在。通过这边我走一个小路就到达了 Q1 旁边的一个停车位，看到没有？我看到我的身后没有，大家可以看到 Q1 不一定的，太神奇了。我这个 video 没有 cut 哦，大家看得出没有 cut 哦，所以我们就直接一路走一路走，就是通过这些停车位，看到吗？然后旁边这边就是 Q1 旁边的建筑物，实在是太方便了。如果你是8点上班，你7点半起床还来得及，为什么？因为我们从 Vetro 11走路来 Q1 只需要3分钟。3分钟的 走路的路程，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我们的 Q1 了，看到
到没有 ？QE 就在我身后 ，QE 就在我身后，太方便了，太方便了。基本上，如果你是在这边工作的，你车一天八个小时上班的时间，你都不用驾过来，你只需要把它停在你的单位的停车场。对，没听错，这个商业单位还附送一个停车场给你，是不是太美妙了？实在太方便了。大家看到没有？我已经到了 QE 了 ，QE 就在我背后。大家看看，我现在是花了多久的时间？我是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一面录影哦，总共是四分钟哦。其实如果照平时的路程来讲，只是需要三分钟就可以到达了，太美好了，太美好了。你去找一个项目，走路去上班只需要三分钟。哦，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这些卡帕满满的，满满的，有位有缝就塞。我们停车，我们沙巴人停车就是这样，有位就塞，有缝就塞。现在我是带大家走回去 Vetro 十一，这个来回的路程不到十分钟，来回。今天你走路到医院，突然间忘记带钱包，又走回去拿。几分钟的时间来回，太美好了，太美好了。这个单位现在是有早鸟的优惠，大家想知道什么有些什么早鸟的优惠，有什么特别的优惠，记得联系我的电话号码，我的电话号码在这边，记得 call 我 ，WhatsApp 我都可以。单位有限，只有200多间的单位。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大家要尽快联系我哦。我是 fcwong， 我的电话号码0178929699，0178929699。这个是我们独家代理的一个新项目，为 QE， 为我们这边附近工作的医生、护士、油房 Petronas 离这边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下崖比也不需要十分钟，非常的方便的一个地铁。那现在我又走路回去 Metro 十一，又经过这个小路，那经过这电房啊，看到没有，我背后这个电房。我这个来回汗都还没有出哦，还没出汗哦。这样来回一面走一面录影，看到没有，这个小路现在走这个小路回，实在太方便了。这个 Vetro 十一，你自己的单位就好像在医院的宿舍那样，那么方便，走路来回才几分钟，而且你还可以拥有，还可以享用空中花园、空中餐厅，还有空中健身房，太好了，太好了！每一个单位都是精装的。如果你不需要停车位的话，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的单位给你，价格更加实惠。大家看到没有？帅已经在我背后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 Vetro 十一，这来回才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录影没有间断，现在还不到十分钟，中间还停了一下，来回不到十分钟，我们又倒回来这个地盘，倒回这个地盘了。Shortstay 的就在我的身后，大家机会难逢。这个 project 不是每一次有，真的真的真的有需要，立刻联系我。
我为大家介绍一个优惠的被套给大家，谢谢大家观看。